西安美貌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辣子片，用这个超市买来的这个豆腐皮儿，原名叫杨总司，买了这么多，做好了辣子片，加上热馒头吃，美得很。水开下豆皮儿，给豆皮儿焯一下水，20秒左右就行了。还是老哈子，洗干净吃的放心。洗好之后啊，把这个水分给攥干。锅里倒油，油稍微宽一点，油温5-6成热的时候下辣面，下孜然、白芝麻，下花椒粉，加2勺盐，来一点点白糖，辣片夹进来，拌均匀就好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老式大辣片搞定。干爹干爹，老式大辣片，先备个馍夹馍吃，我也得看。2片、3片、4片，做个正事，5片，再来一片，溜溜溜。没得，我也得哼，油哼。吃上瘾了，这个辣子片我从研究到做已经做了十几次了，反正美得很，这个味道是没有问题的，美得很，简单，而且加这个热馒头，而且加这个热馒头吃，一绝。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儿了，我是西安美食猫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帮忙点赞转发评论关注一下，感谢。还是老话，如果你想吃的菜评论区留言点。